谁为你不惜时光，等地老，等天荒。找不着。你俩这倒是挺悠哉的呀。哟，哎呦，今天回得这么早啊？喂，腿还没好利索呢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欧阳旭不是调任行州通判吗？昨日离京的，结果晚上在海面上面遭遇到盗匪，已经遇袭身亡了。啊？谁动的手？不知道，现在还在查。但是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近日在朝会上面，有言官突然要弹劾我，说我事出不分，与商府通婚，实为不类，又纵起垄断香药，与民争利。实为不仁。潘二姐早就不是贱籍了，她是良民。皇城司使顾千帆，在下侍卫司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允。不知有何贵干？奉旨，请顾皇城至侍卫司狱候查。千帆，你稍安勿躁，别担心，我去去就回。去找陈琳，快！好。顾千帆，早点招了吧。毕竟这些刑罚手段你都熟得很，何必非要吃尽苦头才悔不当初呢？正是因为我对于这些刑罚过于熟悉，所以我可以猜到，官家一定是打过招呼，不准对我使用重刑，对吗？所以你们到现在为止只敢使用对于我不造成任何外伤的水刑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幅夜宴图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指使过别人伪造它去欺瞒官家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你是想给那个假扮冒药的崔指挥报仇的？景德元年，他曾是你的副都统，你们还一起随余家亲征。你以为我能查到的事情，官家他查不到？给他上中刑。出心切，但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就被人挑唆，踏入这条浑水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有一天被官家知道我是无辜的，难道你想你的侍卫司永世和皇城司为敌吗？举枪！